才来呢，我都饿了。你呀，就知道吃。上期视频，好多好多小伙伴向你挑战，一天只吃印度美食，我才给你准备好。啊，那好吃吗？那什么呢？小伙伴们可都说了，只要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校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那能拦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给小胖安排一个印度特色玛莎拉脆球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，然后给小胖来一个咖喱鸡肉饺，垫吧垫吧。嗯，这个味儿还行。到了中午要吃饱，就给小胖来一盘印度棒棒鸡。是这个味儿。到了晚上，给小胖安排一盘咖喱黄油鸡配印度馕饼。哇哇哇！嗯，今天吃的真是香香香啊！